大家好，今天啊，咱讲一讲啊，这个古董，这个艺术品呢、啊，当中这个高仿品的价值。你看历朝历代啊，都有啊，后代仿前朝的一些高档的艺术品。那些东西啊，也有一定的价值，甚至有的很高价值，甚至到现在一些学术界啊，也在研究有些个这高仿品啊，到底是真是假。提到了它的价值呢。咱首先就提啊，原来咱讲过的这个古董，这古玩行业，历来呢就讲这基本的这个三要素，就是啊，它的历史价值，它的艺术价值，还有呢，它的稀缺性。那个仿品在，好比说在当代的仿品，首先说，它没有这个历史价值，因为就是现代仿的嘛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如果是高仿品，它那个艺术价值就很高。比方说，绘画、瓷器、木雕。的那种设计，合乎当时的那种艺术，而且绘画的那个艺术性很高，能达到艺术性很高的那个人，不管是绘画、雕刻这方面的人，那肯定是极少数。还有说呢？这个仿品呢，一般的讲呢，好比说，这个材料基本上啊，如果仔细点都能达到。好比吧，你现在说这个瓷器，用原来的那个制造瓷器那个土啊，绘画的那种原料啊。字画呢，用当时的那些纸啊、锦缎呐、颜料啊，木器呢，也包括当时的那种木材。这是从材料方面讲，从制作方面讲呢，你要木器呢，肯定应该手工。而且那也是技术上基本上得挺高档的手工艺人做，瓷器也是，它那在那个绘画当中，何必仿那个元青画来仿那个明前期那些东西，那个龙的造型得研究得特别透，真正能画。设计制作到那个程度的那个人，在现代来说，也是一些个大师级的。我记得景德镇讲这帮知识也说，甚至那些比现在所谓的鉴定专家，还有一些大师的技术还要高。在鉴定这方面啊，你看有些个那个鉴定的一些个所谓专家吧，说这是机器活是怎么怎么意怎么是意思，那个当时是怎么回事怎么制作，你想想，如果高仿的那些东西，他仿制那些人。他也完全明白这些事儿，
他在制作方面肯定也完全拿手工做，制作出来那方面肯定啊，基本很接近真的实物。所以说，就说这高仿的那个东西啊，我记得讲瓷器呢，人讲过，有一些东西也达到多少万，知道吗？那个价值也是很高的，甚至有一些个小点的、特别普遍的东西，仿的东西，倒比真正老的东西价值还贵，因为仿东西。只不过现代人你也得做，他有的那个老东西就是太多了，人们拿那种东西不但那个价值，就是随手就卖给这个市场上一些个买卖人了，所以他那个价值啊，当然那个基本没必要去仿，可是啊。他那个要真样新做，他倒比那老价值还贵。又讲一讲这个木器方面，你现在啊，基本上都是机器做了，甚至啊，你要是高仿东西，拿木器来讲，甚至一些个不但制作，整个按老的工艺讲做。甚至啊，包括它的胶啊，像那个鱼鳔啊，都得用那种鳔，而且呢，那烫蜡，甚至都得按老的工艺进行烫蜡，绝不像现在为了仿制，耍一些个漆呀、啊，新的一些制作方法。而且呢，您按材料来说，按现在鉴定来说，在明清时期就没有现在这个料的这品种这么多。我也讲过，正因为现在运输方便了，就整个地球每一个角落的木材，都在很短的时间能运到需要的地方。像这个明时候，基本是黄花梨啊、紫檀呐、啊，到清以后才出现了红木，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料，不像现在，光这檀木就是红檀、绿檀、黑檀、紫檀、黄檀，光这檀木就很多品种，所以在鉴定方面，一鉴定。就知道那些东西是现代的东西，因为在当时那个时期根本就没有这种材料啊。再讲一讲呢，他这个古董这方面的稀缺性，它既然呢这高仿品，所以啊，基本上。它这数就很少，就合乎这个稀缺性。它这个主要是差就差在了这个历史性，因为嘛，你二三百年那个历史跟你新做的，它就不是在一个年代。你看现在一些个，就说专家吧。他鉴定他这种做法，那种做法，其实是我刚才讲过，他知道这个老的手工怎么做出来，真正仿制的比他一点不差，知道吗？其实我本身认为啊，其实真正鉴定这个古董这个东西啊，最主要的就内行说那叫褒奖。就是物体，就是一些古董的物体表面的这个风化层。这个风化层啊，当然
也有仿制的，也有造假做出来的。可是我说，你要真正把那个看透了，那是最关键的，因为那个和这个材料啊，还有一些工艺了，它就可以分开。它那风化层啊，它就是会被200年形成的，就是200年才能形成了。100年形成就是100年才能形成了。你真正这方面有知识的人，你通过仔细的研究才能出现这种情况。而且啊，又讲这个木器这方面，你们经常看这种东西的人就知道，第一啊，这个老东西有它的沧桑感，它很自然的就形成了。经常看这种东西，一看就是哎呦，这个有一二百年历史，跟他那个新做的那个也有做旧，做成老样子那样。你要经常看这种东西，就能看出来他怎么做，他也是新做的，他带不出老的那种沧桑啊，那行说年份的那种感觉。这里呢，我也大概讲了一个小故事。前些年呢，我陪朋友去市场啊，买别的东西，无意中啊，看见一对那个石头的狮子，也就有一尺多长吧，在市场上看呢，整个的那个这石狮子。整个那个旧样就是在外的风吹日晒形成那种情况，只是在那个石狮子那脑门上，它做成了，就好像啊，人经常猫啊，露出来光乎乎的那个石头那个样。当时买回家去了，其实谁也不以为啊，这是做就是做的是新东西。到时候怎么发现，就是在市场上又出现了，而且不是出现一对儿，出现一对儿时候还以为当时可能就有这种情况，也是有好多家做这种东西，所以重复了。可是没想到过不久又出现，过不久又出现，过不久又时间长了，才因为啊，这东西本来就是后做的，是新东西。其实这种情况啊，在有线讲的视频当中也讲过。好比吧，字画它特别高仿，高仿出来头一张可是很少在甚至拿到国外哪拍卖，包括一些专家也认为啊，这个就是真。他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啊，他那个仿制肯定不会就仿一张，知道吧？他仿制也很难的，因为刚才我讲了纸啊、色呀、啊，包括一些个技术都很高，所以他仿制会被施展，在市场上老出现，所以那内行的那些参谋看到哦，这也是新。所以咱就说那些都属于高仿品，实际上那个东西啊，多少年后也会有一定的价值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